已经开了，又是录自己啊？他要我把我 GoPro 开起来，他说要我。啊，是要把什么 GoPro 开起来？啊，哎，我的个天！因为 GoPro 还是高清的嘛，然后他录的那个视频那个内存好大，嗯，内存超大，对。哎，不过我发现我昨天他录的，我坐在那里也不显胖哎，就是那个皮肤还显得挺好。哎，他像换小红车了。他们两个坐前面吧，我懒得开了。要不你开吧？开了呀。对啊对啊，我就上个月换的工作。嗯。嗯。然后这样。Hello， 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这是 Jasmine。Jasmine， 我叫 Ray。嗯。Ray。嗯。Okay。Let's go。音乐。你是三点工签的。嗯，对啊。推走的还没到推走的地方，就是阿玛阿玛拉玛，是吧？对对。就是靠近我们这边。对，比较靠近。才过来两个小时。嗯。对。哎，因为我发现，原来我还一直跟别人说一直没来过 Queenstown， 他们都很惊讶。因为我就想着，哎，放假过来吧。选这个时候，这个时候就是天气不好，对啊，是吧？不，这个，嗯，前两个星期，雨，嗯，下雨。你去铁卡普看花了吗？哦，我看，但是那天也是天气不好，也没有淹掉，它只是天气不好那天，是下雨的前一天去的，然后。工资给不了，就是工资一直没有提，所以就他是洋人吗？嗯，他不忙啊那边。那如果你跟他说你自己在付一点，他是洋人，他不愿意这么做，对，他不喜欢这样，他们不喜欢这样。可是奥马拉玛不是更小吗？那个镇，但就很多游客。就对啊对啊，就很没有那个，是吗？不是吗？说在这种，就知道了。那去提卡普的都住那边吗？对他，但他是路过嘛，去皇后镇，去提卡普，去但尼丁都经过那边嘛，然后就很多大巴什么的。